第一轮，李健老师对阵哈林老师，最后的分比是5比46。第一轮，庾澄庆老师战队获胜。但是我想说两句对接下来的选手啊，当这种大悬殊的比分出现的时候，已经不是一种失败了。我希望它是一种激励。嗯，我希望我的学员不要受影响，而我依然想对家豪说，完成得很好。 后面的同学也不需要受干扰，心无旁骛啊！因为名次其实是很被忘掉的，还是要留有一个自己喜欢作品的一个影像，这影像会跟我们一生。你像我也之前参加过其他节目的比赛，就是我深有体会，名次是次要的，就很快就会忘掉，一周之后就忘掉。最重要的还是要留有一个作品，这个作品呢，短时间内你可能很多人。 会不一定会喜欢，但是它能够经久不衰，它本身作品是有生命力的。芬芳一生这首歌曲就有这样的一个潜质，大众没有那么熟悉，但是人人听了之后都觉得很好听。